又来这个桥底下了啊！哎，这个桥底下也这个修修补补这么多年了，还得修修补补的。哎呦，很久没过来了，今天来法拉盛办事儿，然后顺带就停在桥底下。办什么事儿呢？昨天不说来这边体检嘛，后宫体检嘛。当时也是脑子一热，说去学就学吧，交学费就交学费了吧。结果没想到的是啊，我就往这边走的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我在这边这一路上，我问了不说十家也有八家吧，是吧？各种的护理公司我都问了，你知道吧？非常遗憾的，就是咱们赶什么都赶不上热乎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男性老人跟女性老人，当然我先报一下今天那个时间啊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1号，今天礼拜五，现在是中午的12:22。温度呢是5-6度啊，还算 OK。早上呢是5-6度，到中午可能要到最热的时候能到个几度来着？这边不显示，差不多也就15-6度吧，温差还是比较大的。就是我一路问了一下这个行情，首先得有一个正确认知，就是你考一个 license 并不是意味着你就有工作，你懂意思吧？比如说你考一个会计师的 license， 考一个护士的 license， 考个律师的 license， 你考的这个 license 了，你不一定能有工作，不一定能赚到钱。那你说你刚入行的话，而且呢，护理这个行业呢特别特殊，它不是说你只要这个考完了就等着他会给你安排工作，类似于这样的。很久没有走这条路了啊，走今天那重新走一遍。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多，怎么形容呢？就是说，假如说你有，假如说这一年这家公司有100个单子，是吧？100个 case， 有一百家老人要在这家公司申请提供护理员，对吧？像就是说，咱们就是，这么算吧，就是，比如说有50个老太太，50个老头，是吧？同时向这家护理公司，这个就是说申请护理员的这个提供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是这样子的，50个老太太是不，一般来说是不需要男护理员的，就是99.9999%啊，5个9，6个9都不需要男护理员，懂意思吧？就说男护理就失去了一半的市场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老头起码有一半以上是不需要，是要求女护理的，他也不需要男性护理啊，看男的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差不多剩下的50%的市场里面又有又得砍掉一半，这是25%，这是男性护理的。懂意思吧？这是男性护理的，然后男性护理的一般男人，你知道吧？老头不到自己下不了地，是一般都不会让别人护理的，你懂意思吗？就是说老头除非是下不了地啊，就虽说呢他需要一个深度的护理，就是那种瘫痪在床的，甚至更严重一点的，这样的老头他需要一个熟练工，等于说需要一个熟手护工，然后像那种刚入行的，他基本上你做几天人家就不满意，你就他就不要你了。这样的人呢，又要砍掉一半，就是25%又得砍掉一半，就剩下的10%几，啊，就是简而言之吧，一百个单子到这家护理公司，可能一年呢也就是10个左右的单子是需要男护工的，而且不挑你有没有经验的男护工，是10个左右的，平均一年12个月，平均一个月一个都不一定有。我其中问了一家这个护理公司，他告诉我他手边就有两个男的，在那边等了2-3个月了啊，到现在还没有给他们给送出去，没有男性的单子，哎呀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很遗憾的跟我们家老太太说声抱歉了。哎呀，本来是说想在这边练练手，回去照顾照顾你，结果呢，这边呢，你光考一个执照是没用的，你没有市场啊，你没有市场，你没有办法去干这种事情。操！所以说他妈这一天折腾来，抽了我他妈5管血，这个尿了我一泡尿，我操！结果呢，啥也干不了。一看这个市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去问啊，你会遇到两种人，一种呢，他不负责实际的这个，就是说窗口。负责实际的窗口对接的一个工作，他可能只是内部人员，是吧？他只是内部员，不要逼我了，这妈红灯没看到吗？你妈个逼的，然后心情不好，非要惹我。你会遇到两种人，一种是他的内部人员，他们通常的口气会说，我一般都问他，哎，我问他那个现在男护工的做的人多不多啊？就是有没有工作呀？一般懂行的人都会说，现在他们对于男护工的需求啊，并不是特别多，就是说就特别少，有的就直接明跟我说了，特别少，特别少。然后呢，你去问的有另外一拨人，他们本身呢，他们不是实际对接窗口的，他们可能就是内部工作人员，或者是干些其他方面杂事的啊。他们呢就说，哎呀，男护工也是需要的，也是有单子的之类的啊。其实他们啥也不懂，他们不实际的负责这一块的，知道吧？还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你就是听说我身边的谁谁谁啊，一个男的60多岁的老头，他找一个护工的工作啊，一个月多少钱还不错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太少了，你不要老是盯着一个人看，不要老是盯着一个有工作人看，你去问问其他剩下的80%-90%的男的都找不到工作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市场不大，
而且呢，这个对男性来说是特别不是特别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他妈的脑子一冲动又交了这个钱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我现在到底是学还是不学？我想着立马我就想把这个钱给退回来。我操，这不行啊！这会出事儿的！我操，老是花这种冤枉钱，你想，你知道吧？这美国很多市场、很多行业都已经说白了，都已经是白热化了。轮到你进去赚钱，那你，哎呀，你说白了，连喝口汤都不一定能喝上热乎汤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个事儿不好弄，本身这个单子都不多啊，你去找护工啊，大家都去做工，他妈都要女的，男的也要女的。那哎呀，我现在呢也不管那么多了，我现在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市场。我现在面临的选择就是两种，一种呢就考一个证，是吧？有工就做，没工就不做啊。这等于就是说你愿意花这500块钱，是不是？第二种呢就是你就把这500块钱赶紧这一天两天的把它给退回来之后呢，你就老老实实先送个餐。哎呀，说到送餐吧，我更来气，你知道吧？昨天在那个网上刷到一个在加州的送外卖的，是吧？不知道他这个礼拜是得了什么奖励了还是怎么着了啊？他做了2000，就一个礼拜啊，一个礼拜应该是6天，他做了60个小时啊，一天10个小时，他做了6天吧，应该是他做了2900块，将近3000块钱啊，然后又放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，出来嘚瑟了啊，说你看看，你不是说我做外卖是假的吗？你看没有，我一个礼拜赚2900，3000块钱啊，哼。然后我看了这个来气，然后我刚刚在路上呢，我又碰到一个送外卖的一个老哥啊，一个熊猫外卖啊，我问他，我说大哥，那个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他说不咋地啊、他说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听说这个加州有个这个送外卖，一个礼拜一个2900-3000块钱，他说他呢头也没有回，你知道吧？直接丢给我一句话，说他说假的，你知道吧？假的都扯淡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就直接回了我一句话，然后就走了，知道吧？我也是哭笑不得。你说他拿出2900的视频，他是不是真的？肯定也是真的，他必须做这个价格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个价格，我们都会认为这个是假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是就是说一个特例啊，就那么一个月，可能就这么几个人能干到这个价格，别的基本上都干不到这个价格，是吧？特别是在纽约这个地方，或者是其他地方吧，啊，这个一个礼拜2900，妈的，我一个月才2900，他妈的，他一个礼拜2900，这不可能嘛？我操，可能他妈的他做出来了，可能，但是你去做，你做不到这个价格，懂意思吧？哎呀，妈的，我不行，我也开车去他妈加州，我也去实地验证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也去实地验证一下，到底他娘的到底能不能赚这个钱？操！如果真他妈一个礼拜能赚点，我不说3000块钱，我赚2000块钱，一个月我赚了8000，我都能笑开花了，我操，对不对？这个小摩托车很拉风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妈的一个礼拜，我操，一个礼拜赚3000，一个月赚12000，我操，有这样的收入还他妈干个屁啊，我操！哎呦我操，这送外卖的送到12000，我操，这你不相信你就问，你去问10个纽约不说送餐的司机了，送人的司机，他们一个月都做不到10000块钱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他们一个月都送人的纽约送人都送不到10000块钱，你送餐的送10000块钱，我操！哎呀，算了，我这个东西我也不争了，多打听打听吧，好吧？你多问十个的数据不靠谱，你问100个，你问100个那个送餐员，你综合一下他们的那个钱，问一下他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是吧？看到这样的视频就来气的，哎，真是的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今天他妈的该蠢事儿了，算了，靠！哎，这个钱要不要拿回来呢？我操！哎呀，奶，拿回来又重新，哎，烦死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他妈的，人家他妈送个外卖都轻松到3000，咱们他妈送个外卖吧，一个月他娘的都搞不到这个钱，我操！怎么他妈的人家生活就这么容易呢？咱们生活就这么难呢？我操！是不是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操！哎，他妈愁死了！一天天的，好像他妈的活的不是一个世界一样。人家随便送个披萨，一天的200-300块钱，你怎么他妈送披萨能送200-300块钱？啊，我操，他妈邪门了！我这，还是那边他妈有些人巨多，有些人都跑到他那个地方去了。那边他妈剩下的都是他妈穷人了！我操，哎，没办法，老老实实他妈干活吧！操，赶紧把那个什么 Uber 打开吧！现在今天最高温度才17度啊，要17、17、18度，差不多就今天了。明天也是有晴天，哎呀，明天礼拜天下雨，礼拜一下雨，下个礼拜能最高温度能升到21度、22度，我操，哎，按照以前9月份下雪的年份我没赶上，我赶上过2次，10月份下雪的年份，我赶上过几次，10月份按照以前的这个天气候，这个时候应该下雪了，你知道吧？下雪了，然后呢，十一月份可能会下一场两场雪，12月份、1月份、2月份是不会下雪，一般情况下很少下雪，到了3、4月份就可能又可能会连着下蛮久的雪。所以说现在的气候吧，这是太变态了。9月份降温啊，这个10月份呢，我操，能高达20多度，下个礼拜啊，能到20多度，我操，这妈的不是要下雪的这个气候吗？不是说要个寒冬吗？不是说要一个什么
么小寒冬啊，什么他妈都温度到20多度了都，哎呀，这他妈的气候也反常，他妈的这个世界真是他娘的不知道怎么活了，我操，永远都是那个。我就是奉劝一下大家想做什么行业，一定要做市场调研啊，一定要做市场调研，多问几家公司，多跑几家公司，有些公司的那个态度不是特别好也没关系啊，反正不好归不好，是不是又修路了，他妈的把这桥修下是吧，哎呀你去问至少得问10家，能问到20家最好了，是差不多你对这个行业收入有些什么样的了解，这个是很关键的，你看到没有，我之前就是脑子一热去交钱了，就认为我自己也想得好，我自己是吧，那个一个礼拜能做，我说不多做，做8个小时对吧，做8个小时，我当时想的，我不想做8个小时，我做4个小时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我其他时间我可以去送外卖，是吧？有底线的。但是实际情况下，我这一打一拳打击下来，你别说做4个小时了，你一2个月有单子做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不一定有单子做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特别少，我操！哎，这啥意思啊？这边把路给封住了？哎呀，真是他妈的，就像这啥意思啊？啊，也不让我走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就像这条路一样，他妈的，处处都堵住了，这他妈这人生就没有路走了，我操，对不对？你想的好啊，你想的每是吧？每天做4个小时，那是有单子的情况下呀。你没单子的话，我操，这他妈傻逼车，哎呀，你没单子呢，你可能有几个月都没有单子，你可能这一年都做不了几个单子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要么就做那些瘫痪的老头，你知道吧？这样的话，我操，我觉得这行不能做，没有意义。哎呦，我操他娘啊，白花了这些钱了。又他妈上一课了！哎呀，又要打脸！操他娘的，净他妈干蠢事，一天到晚的净他妈干蠢事，把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儿都干不了。我操，人家他妈的蒸蒸日上，他妈就天天他妈的花钱买教训，一个大爷的，操他娘的，真是妈的过的日子真他妈烦人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他娘的怎么过，哎，娘了个逼，都他妈羡慕，这个羡慕开大车的好，这个羡慕去做护理好，这个羡慕做护士好，这个羡慕去做什么会计好。做他妈税务师好，做律师好，做什么这个好那个好，都他妈羡慕人家成功的。你没看到还有99.9%的人都妈的做不了这个行业呢？你怎么看这些人呢？对不对？都盯着成功人看，他妈典型的都是一些那个成功学的人，都他妈盯着那些头部大佬看。他妈头部大佬能赚的钱，你一般人能赚吗？问题是，对不对？一般人也赚不了啊！我操，他不具有普遍性啊！哎呀，真他妈糟心，他娘的，一天到晚的就是这点破事，一天到晚的就是这点破事啊！这边赚不到钱，这边不能耽误了，我操！那娘的，一天到晚的就是花时间、花成本、花他妈的花钱、花精力的、花时间的，他妈啥事都干不了，真他妈悲催的要死！娘，哎，干点事怎么这么难呢？我操，是不是啊？娘的，你这我说我为什么我强调这个观点？我从来不羡慕这些成功了的人，成功的人在人群当中只有10%、20%。我想要看的就是10.05块，7.1买。我想看的是大多数人都能做的，大多数人都能做得了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想去做那些他妈逼1%的人做的事儿啊！再牛逼，我也不好奇，我能做我也不做。我就想大家都能做是吧？大家都做得了，大家都能够是吧？赚得到钱，这个事儿我就挺那个啊！我靠他妈运气，靠他妈天赋去做的事儿，去赚的钱，这他妈的，你如果是真的他妈有运气有天赋，你早他妈就出来了，你还等到三四十年后嘛，我操，哎呀，我都想不明白了，我操，对不对？我就从来不羡慕这些人啊，别人赚他妈10,000、20,000、30,000的我都不羡慕，因为你跟他就不一样，他能赚到这个钱，你赚不到这个钱，知道吧？你去干就赚不到这个钱，人家干就能赚到这个钱，你说你跟他是一样的吗？你显然不一样，是吧？你非要降啊，人家也是普通人，为什么？是吧？你也是普通人，为什么人家能做得了你就做不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想问呢，我操，为什么人家做得了你就做不了呢？为什么人家能赚3000，你一个礼拜我他妈一个月才能赚3000块钱呢？对不对？他妈的这个事儿，他说谁？我他妈想问呢，谁他妈能回答我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真他妈的，烦人，真娘的，真他妈操蛋！哎，妈的抽了无关血，哎呦我操！我现在考虑要不要把钱给退回来？本身他妈的就是就他妈的吃一顿少一顿的，本来就没有钱，好不容易攒500块钱吧，我操，就是傻。
穿越成国民党了，他妈的一下子就被干死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玩意儿一二年你穿成那个什么大清的王爷了，哎，你看他妈，哎，王爷挺好，结果呢，嘎嘣，人家辛亥革命一下子把你给弄死了，是吧？你一下子穿越他妈1644年，你穿越成他妈的这个大明的这个天子了，哎，结果呢，嘎嘣，你上吊了，是不是？你穿越成他妈的1366年，你穿越成元朝的皇帝了，嘎嘣，被他妈朱元璋给他妈赶跑了，我操！进人家一穿越都是他妈当王当帝的，你他妈一穿越进他妈一穿越就死了，他妈的！哎呀，真娘，进他妈干他妈蠢事，烦死了！这事弄的，操，没他妈好日子过了，一天天的，真娘的！哎，这看没有？看那个马路的路面啊，就说明已经到长岛了，真娘的！哎呀，长岛倒是天天修路啊，嗯。行了，今天呢就不算这种边送餐边叨逼叨的这个话题了。今天会特意的会专门取一个标题，然后今天还是会拍一些在这个拍一些送餐的这个视频。今天可能会上传两个视频，好不好？今天到这儿，反正今天是很来气，知道吗？很来气，很失望啊！不管是对自己，还是对这个对周围啊的人事物，我都很失望，很失望。他妈的，反正就是他妈的这个，哎呀，干啥都挤不上热乎劲儿，干啥都踩刹车啊！一个跑子，一个小浣熊被撞到了。哎呦，此刻的心情呢，就像那个小浣熊啊，又他妈被车撞了一下呀！你知道这个有路上有很多小浣熊，有很多附属啊，经常会被车撞死了呢。特别是晚上撞死了，有时候司机看不到，就会被碾压成一个肉饼，是吧？白天你看，白天撞到了那个司机他能看见，所以呢司机会绕着走。但是呢，到晚上呢，司机看不见，就直接给压过去了。到了明天再一看呢，就变成肉饼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点像我现在的心情，啊，天天被车撞，哎呀，天天被车撞，没他妈好日子过了，没他妈好日子过了啊！现在我现在面临就两个选择，要么就是把这个 lesson 考下来，但是呢有没有工作呢不好做，有可能一年都找不到工作啊，要么呢就是把这个钱给退回来，这就看我的选择了。你知道我现在不敢去问这些朋友啊，这些人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懂这个行业的人呢，他不会跟你细说，不懂这个行业的人呢，那么他的7.0410.9迈，一般他呢也不懂这行业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讲，所以说会懂下来一般都会把这个球啊推向我自己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你自己想好了啊，你自己那该怎么选择你就怎么选择吧，就是问他们跟没问一样的吧，没有用，那问他们跟没问一样，他们还是会把这问题给我踢回来，知道吧？还是要让我自己去选择，那我自己选择了，我还问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既然这样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哎，自己看着办得了，操他妈的，这他妈世道就是这样子，真想他娘的狗屁狗人，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往右拐了，我要去这个，哎，我是往这儿右拐吧，还是往前面右拐？哎，算了，正往前面右拐，往前面右拐，然后我就去杰瑞克去蹲点了。现在12:51，我要去开工了，不能玩了，这他娘的太恶心了，是太恶心了，哎，一声叹息，两声叹息，三声叹息。好了，4.53.2迈，哎呀，这个单子也不咋地。行吧，我就先到这儿吧。祝大家就是干什么事儿之前呢，一定要打听清楚啊，看看这个市场到底能不能做，这个事儿，这个一定要这个看准吧，行吧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自己的金钱，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儿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人生能有什么意义呢，是吧？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，这个，行吧，就到这儿了，拜拜，我操，还有人就直接就走高速啊，拜拜了，再见了。